小猴孙悟空拿的是个金箍棒，对，这是红的啊，金箍棒。快快啊！你自己来，快快，你就画你的创意画啊！画画什么呀？无所谓。好的，快快画。这一段，从这一段到这一段画啊！来，再，那别画。站站。那别画。啊，两头不要画啊，就画中间啊，自己画中间啊。两头是黄的啊。画中间，哎，对，啊，中间，对，往，从左往右画，画这个，对，画，再往那边拖，快快往右边拖，哎，对。哎，对，好。对。别画到这个黑的外头。对，画的这个黑线，对，这个里头，哎，好，把这里面涂好，好，好，快快，还有这呢，再画一笔，再画一笔，哎，对，把白的颜色这个地方把它涂好，啊，那边下面还有一点点，啊，后面也，再画一点，哎，对，别画，这个地方是黄的，中间啊，对。对哎对啦，这里，好。哦，快快，爷爷教你这样，把手放到这个桌子上。他还没学过画画什么，他还太小了。挺好。好，这个红的就这样吧，没关系了。就可以了。再画黄的。我们画没关系。笔。这个孙悟空，这个金箍棒，给你画了以后。像大炮了我们画了一个大炮的金箍棒嘛，爷爷说好，我们现在黄颜色蘸这个黄颜色啊，自己来，黄的画这一头，黄的这一头，黄的画这个头，嗯，对，嗯，真棒哎，这个好，再往后，对，把这块白的都涂上黄的，看看啊，哇，好棒哎，好，再往下拖一点，再往后拖一点，那个白的地方再涂，对，好，白的，哎，白的地方对，把它涂死 ，OK， 好棒啊，嗯，它那边还有点红的，好。然后我们涂这边，这边也是涂黄的。这里好像是红的，就涂黄的吧，涂黄的吧。这个，涂黄的吧。好，涂吧。哎，不要涂大，涂小啊。涂在那个黑框的里边。对了。这边是黄的。快快。好。好。好，行了。快快你看啊，这个上面孙悟空上面这个金箍咒，这个地方画黄的啊，黄色的发箍画在这个黑的里边啊，不要画的，对，哇，你这么棒呢，全都画在里头了，再站站，好，没有关系的，画那边吧，那边，对，对了，哇，你画的很写意嘛，啊，上面那个脑袋这个加重一点啊，好，行了，好，可以，看看。这个猴子的头发，啊，这个猴子的头发啊，是什么？是有点有点这个叫什么颜色？这个叫棕色，有点啊。对，这棕色是这个哦。那这个笔要洗吗？还是不用洗？就这样就可以。等会儿妈妈再给你添一笔吧。等会儿妈妈再给你添一笔，这个再涂一涂。还是用那个。啊，就用这个吧，水把它水那个，水洗一洗行了。